Pussy. Huh? 你的眼镜呢？我拿掉了。为什么？大家说这样比较好看。因为我看照片还是可以的。德瑟，你回来哦，那你没大休息啊？那是你，这久没看见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妍希，这久没看见嘞，最近敢好？我听阿哥讲，讲即马升格做妈妈呢。我无参加到你的婚礼，甲囡仔满月酒，实在是足遗憾呢。你的气势看起来袂歹呢。嘿啊！我即马就是爱进一步，朝为梦想迈进，甲心爱的人厮守一生，就甲迄连续剧内底爱情同款，当然气势最好呀。这次我有看过，袂歹看。你嘛安尼认为吼？俺从细汉哦，就是因此所见略同，啊，想袂到这么久无看到，甲伊的物件还佫同款呢。我甲你讲哦，这出戏吼虽然是几年前的，啊，不过是我甲德胜伫咧比过的时阵上爱看的一出戏。德胜就是我的哈尼啦。我听讲哦，你翁对你足体贴的，我的嘛是啊。迄德胜吼一听到讲我爱看迄爱情连续剧，就随替我装作阿拉丁投影灯。画质很清晰。哎呀，这个哈、哦、不断画质清晰，音质也很好哦。它用双 B 车用顶级音响，免用手机即可享受大荧幕追剧，36种灯光自由调整，而且可以智慧语音声控。三立新闻。你看、啊，是不是就神奇耶？这就是德胜送给我的惊喜礼物。伊送给我迄时阵吼，我嘛足意外啊，唔知影伊去底探听到的呢。伊甲我讲吼，这是伫咧日本即马上夯的哦。热门款，叫恁阿妈买一个合理啊！迄装伫咧爱的小窝内底吼，一定会让迄感情搁较好，买当甲囡仔耍游戏，可以增加亲子关系哦。听起来很让人心动。咱自细汉哦，的感情足好，啊都耍到顶啊，迄喜欢的物件吼拢相共，我喜欢。你嘛一定足介意啦，佮常常会为着迄相共款的物件咧冤家。即摆想起来哦，真正是足好耍的。坦白讲，阮爸有甲我讲你的代志，所以我今仔日来，那是来看你。我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。所以你来之前，就已经知影我要动移植手术，啊，搁有我甲德胜结婚的代志。所以你是来祝福我甲德胜，还是来关心我的手术安危？你找到适合你的心脏，我是真心替你欢喜的。我嘛希望你的手术会当真顺利。啊，不过有一挂代志，我认为一定要甲你讲清楚较好。
你到底想要讲啥？若是想过顶当的代志，敢毋知等我手术完才讲？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甲阮爸的看法无同。我若是甲你讲一半，剩下互你家己去哦，互你扎着未知的阿鼻去动手术，安尼才是毋好的。我希望你会当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这件代志对你来讲打击一定真大的。啊，不过你若是一直退缩，安尼对大家来讲，拢是折磨，嘛是凌迟。所以为着你好，为着大家好，我认为这件代志一定要让你较早知影真相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决定你家己的命运。你的个性我知影，自细汉就是有话直讲，讨厌阮妈。好，那呢，请你甲我讲，你想要讲的真相。我袂甲你讲，你得这么不安。你应该知影，我袂甲你讲的，是甲德胜有关的，对无？我唔知影，啊，不过看你的态度，我就感觉不安。即摆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更加不安。我要甲你讲这个代志，我也感觉不安。我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我甲你嘛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，我的出发点。我是为着你好，我知。你继续讲。德顺，你根本不是天顶。啊，不过伊明明就是天顶的模样。伊是天顶的双胞胎哥哥林志明，是世界集团的总董事长。天顶有兄弟，又阁是双胞胎，你是安怎知影这个代志？敢讲你熟悉天顶，还阁有伊什么大兄？我会当保证，德胜绝对不是天顶，因为我已经嫁给天顶了。我真正想不到，大汉了后，我家里会爱着同一个人。这样多好代志，不过后来拄到天顶，改变这么大，原来就是因为伊根本就不是天顶。你即摆打算要安怎做？你爱的人若是天顶，那你就认不着了。爱唔着啦，我可能认唔着啦，啊，不过我无爱唔着啦。
不管德胜的真实身份是天顶还是志明，我爱的就是今晚这个伊，是伫咧我上需要伊的时阵，伊陪伫咧我的身躯边，予我希望甲幸福的德胜。啊！不过你根本不知影伊的身份，甲伊的家庭，你甲德胜无可能有结果的。你应该知影，我马上就要动一个手术啦，而且我有心啊，我是冒着搁较悬的风险去做这个手术。我为什么安尼做？因为我爱德胜，我想要为伊活，我想要带着我甲伊相爱的证明做伙活落去。你安尼只是伫咧折磨你家己，伊总有一天一定会恢复记忆。到时阵敢讲你会放下伊本来有的一切，甲你做伙？我已经跟你讲这么多啊，敢讲你都不了解我有多爱你？敢讲你袂用看到咧，我摕性命咧爱你？除了在手术之前，莫甲伊讲出真相。是，我就需要德胜和我勇气。面对手术，算我拜托你，好不好？我嘛无希望影响到你动手术的心情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你早晚拢爱去面对，就像我拄则讲的，总有一天，伊一定会好记得。那安尼，就交予天公伯决定啦。若是伫咧手术当中，我甲囡仔其中一个死啊，我就会放弃逃生。若是我甲囡仔拢勇敢活落，迄个时阵，我会陪逃生做伙面对伊的过去。不忍心，大嫂，你心存唯一的希望。我嘛希望你会当活了快乐幸福。你的意思是答应？我会替你保守到你手术结束了啊！你手术结束，我一定会讲出真相。多谢你，没事，多谢你。